好，我今天从西南三江这边起跑，准备跑到骊山啊，总长度快72公里啊哈。今天是下雨天啊，真的也没很大啊。这计划已久的赛事哈、啊，还是要实现我的诺言了哈。我现在开始起跑了哈、啊，谢谢谢谢。
哦，今天算是下雨天，哦，真的，这个风景真是太漂亮了，向往已久的七兰到骊山超马，今天跑那边大概是72公里左右，啊，今天72，明天也70几，后天也70几，那4月9号要参加花莲的100公里，希望我这3-4天能够圆满，啊，圆满，啊，好，谢谢，啊，继续跑哈，继续跑。哦，风景真的是太美了，真的，真的，哎呦，好漂亮的风景，真的风景真的被太漂亮了，
难得毛毛细跑超马，真的跑起来真的很舒服。嗯，有沿途风景啊，真的太漂亮了啊！跑那么多超马以来，这个七人到骊山的这个路线真的是不错啊！下次有机会再来跑一次啊！啊，下次希望天气能够好转啊！这次比较倒霉啊哈、啊，刚好碰到下雨啊，没办法，下雨照跑不误了、啊，真的哈、啊，下雨照跑不误，只是跑起来比较辛苦一点了、啊、哈。哦，这到骊山还有55公里左右啊，跑到那边大概已经天黑了啊，要慢慢跑了，就慢慢跑。金崇武加油，金崇武加油。哦，跑了快120公里，整片都是菜园啊。哦，那菜园种那么多菜，那怎么销啊？台湾的人吃青菜那么多，包括20公里啊，整个哈、啊、南阳西这个七兰这边哦，整片都是种菜，台湾的菜销那么大，嗯。